向喜爱旅行的汉人女子张觉知，青春芳华的时候来到了西藏。原本她只是个过客，但那一眼望去绵延无际的草原上的一群孤儿却牵动了她的心，将她给留了下来。她在废弃残破的碉楼里照顾并教育这些失亲又失学的孩子。高原上严苛的生存环境、信仰的冲突与贫穷的现实，一再再地考验着江觉池的身体和精神。在高原上生活了5年之后，他病倒了，他必须离开才能活下去。孤儿学校的梦想能不能实现呢？孩子的命运能不能改变？江觉池把亲身经历写成了这极具文学性的自传体小说《苏游》，让人领略了真实的慈善、爱和勇气。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了同样具有深度的西藏旅游经验的刘在武先生来到现场，和我们一起阅读这本书。刘先生呢，同时也是45%天堂的作者。刘先生，欢迎你。你好。这本书光是看书名就非常的特别哦，苏游对我们来讲其实很陌生，可是却是藏族同胞们呢他们非常不可或缺的一种物质。我看他们在书里头写，他们用来泡茶，用来做菜喂马，还用来点灯，对不对？可是跟我们描述一下苏游到底是什么东西，对藏民的生活有什么样重要的影响，然后你吃的感觉稍微跟我们描述一下好吗？酥油它有点像是西方的 cheese， 它是用牦牛的牛奶或是羊的奶做成的 cheese， 在佛塔里面，在寺庙里面，他们点的酥油灯也是用酥油点起来的灯。藏区里面很缺油脂，他们吃的肉是风干的肉有油，但是很少吃得到肉，他们也没有什么青菜可以吃。你在拉萨看到的青菜都是从四川运上来的，那在牧区，在草原上更几乎是没有青菜可以吃，所以他们很缺乏油脂。其实如果你在藏区里面待很久的时间，如果你不吃点酥油，其实你一定会有很严重的肠胃的问题，因为没有油脂因为没有油脂，所以喝酥油茶就变成大家普遍的一个藏区的一个传统，而且很营养，非常营养，甚至在中药里面中药的书里面写它是一个润肺补气益血的一个东西，所以对藏区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食品。这个江觉池把这本书取名为酥油，他说他自己在藏区待了5年，他变成一个有酥油味的女子，是不是藏区一个代表的饮品。那跟食品，我觉得这个酥油的书名取得相当的好，很有象征意义哦。是江觉池写这本书之后，他有曾经提过说这本书有部分是真的，有部分是串联起来的，所以故事未必是他一个人的故事，但是主轴是一个他花了5年的时间在藏区成立孤儿的小学。那孤儿的小学，这些孤儿不是就在那儿，孤儿是要在山里面找出来，他们有孤儿院，要在一个一个家把他拎出来让他接受教育。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有非常非常多，每一个孩子就是一个故事，每一个孩子他父母怎么走的，他怎么成为孤儿的，或是他是一父子，或是他父母有某种原因不能在一起，这些故事串联起来的文学性变得相当的高。那用这样子的方式去陈述，它在点跟线跟面上，我觉得纠合起来在很多地方都带给你很震撼的力量。除了故事性之外，在文学性的上面的细腻的描述，我觉得很高的文学价值。可不可以讲讲您觉得这本书让您震撼的地方是什么？当然第一个是自身的体验。我2006年12月去西藏，然后2月出来，
我们选的是最寒冷的冬天进去的。那最寒冷的冬天是怎么样的冬天法？它最低温可以到-20°C，那白天的气温，整个平均的温度差不多在0°C上下。刚到拉萨，我就有高山症，我就有高原反应，我的喉咙发炎，然后发烧，然后就进医院打点滴。医生讲得很清楚，如果你2天之内烧没有退下来，你的喉咙没有消肿，你就要马上坐飞机回成都去，不然你会有生命危险。所以我知道在高山上，你随时可能会有非常非常严重的状况。所以在地理环境上，它带给你的震撼，一个弱小的汉女子孤身进到草原里面，她不是进拉萨，不是进大城市，进到荒远的高原里面。那样的荒远的高原是怎么样的荒原？她可能进城要2-3天的时间，她才能找到一个电话可以打的地方。试想想看看，几年的时间在这么深远的山里面，她碰过雪崩，差一点被雪埋住了。他要走一条路进森林里面，进了森林里面，他在草皮上，他在那个枯湿的落叶堆积的草皮上，啪就下去了。因为那其实不是草皮，那只是一个表象。因为没有人去的地方，他的落叶飘下来的时候变枯萎，就覆盖成一个好像是表土一样，事实上他没有支撑力量，啪一个就进了，卡在下面的岩石里。他在河边洗衣服，大白天里面在河边洗衣服，几秒钟之内，他的脚下的河水就开始变色，变得因为有雾霾的颜色开始出来。几秒钟看到滚滚的大浪就来了。他是处在这样子的荒原里面，在冬天，他的碉堡里面的雪，他的学校的碉堡里面的雪，可以一个晚上把整个碉堡积压得快要坍陷下来。然后房子裂开来，他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面去创建一个孤儿院。你完全就可以了解说他面临的是一个怎么样险恶的环境。对，所以您觉得震撼。另外一个震撼是，因为我觉得如果是我，我可能也会想做这样的事情，可是我做得到吗？我做不到。那因为每个人可能有每个人的牵绊，那他做到了，我觉得那样子利他的行为而创造出来的一个感动，是很直敲内心的。在冰天雪地里，我们学校碉房背面墙体上原先出现了一些细微的裂痕，在持续大雪积压中慢慢扩张开来，变成了明显的裂缝。雪从夜里一直铺天盖地的下起来，我们都不敢睡，点起一盏酥油灯。阿嘎担心地说，楼顶上的雪堆积厚了，人会承受不住吧。他要上去铲雪，月光一把按住他说，等天亮吧。孩子哆嗦地问，天还要多久才会亮？月光说，我们念经吧，念完100遍经，天就会亮。香觉池哦，它是在麦麦草原上哈、创建这个孤儿学校。麦麦草原其实是一个非常物资贫乏的地方，但是当地的藏人们其实都非常的乐天知足。好，那他书里头描述着小孩子呢，可以一唱起歌来就快乐得不得了这样。所以您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观察到类似的，就是您同意说这样子的民族性真的就是藏人的民族性吗？藏人的民族性真的是非常的乐观，那这样子的乐观跟他们的地理环境跟宗教有非常大的关系。地理环境，当你开着车在阿里走的时候，你右边的山在一个小时的时候在你的右边中3点方向，开了2小时，它可能在3:30方向，它还在那儿。那这样的空间感所创造出人的心灵的空间也会不一样。那宗教带给他们非常非常丰厚的底蕴，他们的藏传佛教一路下来对于西藏人的影响非常非常的深。
一个村子里面，他到了冬天农闲的时候，村子里面一半的人大家招呼着，就磕着长头去拉萨。您有描述到这一段哦，而且您讲到说他们磕着长头可能是几十公里远的路程，几百公里远的路程，可是他们一点都不以为苦，好像就是说哎，我们去做一件寻常的事情一样，是不是这样子？是，你知道那个磕长头非常非常的苦，我看过一个村子的人，比如说一二十个人一起出来磕长头，我看过一个人出来磕长头，那在冬天里磕不管风雨，他只要早上起来就磕，他常常早上起来是半夜清晨三点钟起来磕，磕到中午大概十一点左右，太阳大了，他开始搭棚开始休息，那半夜气温可能到零下十度二十度，他磕，太阳大他磕，下雨他磕，他怎么磕呢？走三步跪下来，身体匍匐的整个趴在地上，他等于是用他的身体在丈量他从他家到大昭寺的长度。你不乐观行吗？问他们说这么冷你为什么受得住，他说有佛祖在保佑，没有关系，他觉得他在侍奉佛祖。所以磕长头对他们的意义是什么？磕长头的意义，他们就像转经，就像转寺一样，他们觉得他们可以得到救赎，所以他们觉得这是他们人一辈子作为藏民一辈子需要做的事情。他们对于侍奉菩萨有着外人难以理解的一个虔诚，心甘情愿的譬如说就讲到天藏好了，江觉石在书里头提到说他看到天藏的那一幕，其实心里受到很大的震撼那么身体呢也受到很大的震撼，可是他也觉得经过了一场神圣的洗礼。所以天藏呢在您的书里头也有描述到，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述一下天藏的过程，还有对你的影响是什么？就汉人的观点而言，汉人是要死后要全尸土葬当然现在到火葬，但是毕竟是全尸进去。 对，那藏人的观点是，我念了三天的法的经送你去天葬场，在天葬场的过程中你的亲人会背着你的尸体去坛城上面转，所以坛城它有个坛城，你绕着坛城去转坛城，你三岁过世我转三圈，四十五岁过世我就转四十五圈，转了四十五圈以后我再下天葬场，有天葬师来去为你做最后的处理。那讲起怎么处理，那听起来是很可怕的，就是把头把身体跟肉给肢解开来，然后最后由秃鹫他们讲的天鹰去把它吃掉。那吃掉了以后，天鹰可能每一只都吃得很撑，它没有办法一下就飞起来，它没有办法一下飞起来的时候，家属会觉得很害怕，会心疼、因为他所谓的心疼不是说肉被吃掉了，他心疼是说他没有上天，所以他们就看着天鹰慢慢从天葬场上就像企鹅一样一步走到崖的顶端，然后靠着崖的上升气流飞出去，这时候家属才会安心下来，他们才觉得圆满了。一只苍蝇不慎掉落进火堆里，责人慌忙插手从火星子当中把它抢救出来，小心翼翼地放在地上。这个不慎的小生灵待在地上，像一粒烧焦的豌豆，一动也不动。责人难过着脸色，一边念经，一边用手为它扇风送气，希望它在得到人工呼吸后能够活下来。我不安分的神色点击在责人汉子的脸上，要是我就一巴掌拍了他。看起来好像很残忍，可是事实上藏人对生命是很尊重的，
譬如说像书里头张觉池有写到，即使一只苍蝇飞到火里了，他们也要抢救那个苍蝇，好，避免它烧死。好，那还有呢，就是他刚到草原上的时候到了晚上，天气很冷很冷，所以他们是安排他跟牦牛睡在同一个帐篷里头，对不对？那牦牛睡的位置还比他好，对不对？好，所以他们其实对生命是很尊重的。那您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观察到他们对生命的态度？我觉得他在尊重生命的一个深层，他是在很底层的心里，他是对于自然的一个敬重。那对于自然的这个敬重，他们把生命跟自然是结合在一起的。他们对于生命的敬重不在于怕死，而是在于说，我处在这个生命里面，我跟自然是结合的。我们大家都在这个自然的环境里头，对，所以是一个万物平等的观念。对，所以我用之多少，我取之多少，他们绝对不会觉得为了经济性的目的去做一些摧残的工作。举个例子来讲好了，我就问我的藏人司机，我说十二月了，你跟着我们来阿里是不是觉得很危险？他说不会，他一点都不觉得危险，因为如果危险哪儿都不要去了，你出了门跌倒都会伤着的。他们对生命的态度就是这么的自然，很豁达，很豁达。他们觉得有佛祖在安排你生命中一切的事情，所以反而你对于掌控你生命这件事情，你不需要有太多的执着，不要太用力。对，当你不需要有太多的执着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会变得不一样。因为当你对生命不需要太执着的时候，你已经卸下你肩膀上可能40%、50%的 loading。纯粹的雪如果完全覆盖大地，那绝对不是一种美丽，它会把一切供养生命的物质全部埋葬掉。雪给草原制造的冷漠和迷茫，没有起点，也没有尽头。它从空中汹涌而下，把勃勃生机的草原变成巨大麻木的天地，满山自以为坚实的森林也陷入昏暗阴寒的世界。他在书里头也提到说，其实这一段过程对他来讲，我觉得其实他去高原上，与其说他是去为那些孤儿做点事情给那些孤儿爱，我觉得其实更多的成分他是去寻求被爱的感觉，我是这么觉得啦。好，而且我觉得这些孤儿给了他很多的回馈和爱，所以他愿意用他的生命继续的去为他们努力这样。那么他在书里头也提到说，他在高原上有一种爱和被困住的感觉。那不止一次他写到了孤寂感、孤独感和绝望感。好，那我在您的书里头我也看到很多很漂亮很漂亮的照片，是您和您的伙伴一起拍的。好，那些照片我看起来其实非常的漂亮，但当中我好像也看到了一些孤绝的感觉，可能那个环境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趟旅行对您的意义是什么？那你从 45% 的天堂又回到了凡间之后，有没有什么影响？其实有很大的影响。当你在高原的时候，你一天开了车走了600公里的路，你没有碰到一辆车子，你就会开始去想爆了胎怎么办。你看你藏族司机他们在聊天，藏族司机告诉你说，前一天一辆公安的车4个人车子坏了，在高原上4个人都死了。那你心里会很震撼，因为你现在走的是他们走过的路，所以会有一点点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会当你碰到最危险的时候、最孤绝的时候，你心里会开始重新排序。我想很多
濒临死亡的人，或是说当他知道他得到 cancer 的人，也同样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心理的过程。他开始重新排序，什么事对我来说是重要的，什么事对我来说是不重要的。那这样的重新排序对人生是有很大很大的帮助。那当你知道重新排序，你想到亲人，你想到这其实不用你多想，它自然就跳动出来了。当它跳动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样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这个时候你会开始抛下一些东西，抛下社会给你的制约，抛下社会给你的框架，抛下你想功成名就的东西。这个时候我觉得人会变得更亲密，再往下走一层就会变得更自在。那是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历经那样的孤绝与险境，你才会知道你真的需要什么。那江觉知在那边，他觉得他被爱困住，我觉得那是一种幸福，那是一种幸福，因为他利他，他才有了那么多的爱。那人是需要被需要的，他在那个地方得到他被需要的需要，那会是一个很大的力量。节目的最后，我想要念书里头的一首诗。这首诗呢，是江觉池在心里头很软弱的时候写的一首诗，叫做《原谅》。你只有那么多的气力，孩子，只能摸一摸你的脸，向你微笑一下。我只有那么多的精力，孩子，只有酥油灯的亮光，给你一星点方向。江觉池的力气其实并不比我们大，但他的心愿无穷。在麦麦高原的日子里，他体验了离苦孤绝、狂风乱雪，然而却没有放弃。他尽全力奉献生命的高质，终于也为自己和这些孩子们点燃了人世间最温暖的酥油灯。今天非常谢谢您的收看，也非常谢谢刘在武先生来到节目中和我们一起阅读这么好看的一本小说。谢谢。谢谢。